也要舒压，这个就是帮脚舒压的法宝、欸欸。他真的开始按了耶！刚刚五郎为外卡的呀呢，按那硬按那硬，气压来了，机器去上面、底下、脚后跟的地方，微数几箱球，来给你暖，来给你凉啊那样。它很特别，有个热敷的功能，晶片控温，温度不会忽高忽低。它有遥控器，它功能还蛮多的，定时加热、气压的强度，还有滚轮，小小一台，功能这么多、哦。以穴道来讲的话，涌泉穴这个地方，它就在我们的足底筋膜上，所以如果我按涌泉穴，整个足底筋膜都可以被放松。它底下有这个吸盘，它吸力够，而且它的整个重量才2.7公斤而已，妈妈一只手也可以拿起来，不到3公斤。对，它要收纳都很方便。觉得它设计很简单啦，就4大功能，但是脚的需求都照顾到了。它的这个里面的内衬啊，它是可以拆卸，它没有跳起来塞，没错，脚涂上乳液，把它包起来。然后放在里面做热敷，它一边按摩促进吸收，哎，用它来做一个舒缓跟保养，恢复的会比较快。